肉星河主动靠近，无人机闪烁七彩灯光在空中排列组合，先是 Hello 台东和观众大声招呼，接下来大小朋友喜欢的 Hello Kitty 也出来见客，可爱角色一成型，立刻引来欢呼，还能变成七彩版本，围着热气球旋转，让不同角度的观众都能仔细欣赏。而巨大的热气球随着音乐节奏忽明忽暗。台东热气球嘉年华首创热气球加上无人机，在县立体育场举办光雕音乐会，仅仅是预演就有不少民众抢先看。昨天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，尤其是那个台东的标志跟 Hello Kitty 出现的时候，真是太可爱了。五号正式演出会有300台无人机，组成8到9种图案，7颗热气球总动员，预计吸引上万人到场。不止台东，宜兰的夜空同样也很精彩。射出爱的一箭，绚烂火树银花在夜空炸开，鸿明湖上还有水幕光雕，随着湖畔灯光慢慢亮起，衔接起长达99公尺的鹊桥，象征一生一世幸福久久。情侣夫妻紧牵另一半的手，在桥上记录下甜蜜时刻。你要表示什么？表示老婆我爱你。大方把爱说出口，笑容藏也藏不住。2022宜兰情人节选在罗东运动公园举办，除了浪漫鹊桥，还有星光舞台。直到7号，每天随着夜幕降临，都有不同主题的表演，让七夕一路浪漫到周末。华视新闻宜兰台东综合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